没想到2023年了，火的还是和杨紫搭戏的男演员。果然这才是娱乐圈真正的精英体制吧。不仅他自己从国民闺女成长为了扛剧女王，和他合作的男演员们也都一个个成为了限定男友。那今天咱就一起来聊聊这些年来杨紫合作过的男演员们，看看到底为啥火的总是他们。安排要说杨紫的扛剧能力，那就不得不提香蜜了。当时这部剧的爆火程度可以说是又掀起了一波仙侠式。要说香蜜，那就得提起姐妹们那不懂事的前夫邓氏。剧里两人可以说是 CP 感十足，各种微表情眼神互动，就像杨紫在采访中提到的，其实我觉得 CP 感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靠我一个人就出来了，如果对方他只是站在那儿什么也不跟我互动，其实这东西是出不来的。CP 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火花，就是像一个球，我传给你，你传给我，眼神语言。所以这个东西也要感谢对手戏演员。转眼到了2002年夏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随后和杨紫搭档的成毅，也是之前在影视剧里默默无闻好多年，直到流离才被更多观众认识。没想到紧接着又合作了刚刚出演香蜜的杨紫，这俩人能凑一起确实合理，但是又真让人捏了一把汗。毕竟连演两部仙侠剧，而且前面两部还都是爆款，沉香如屑能行吗？没想到还真行。沉香如屑播出后，成毅就成功巩固了一线小生的地位。一人分饰三角，每个角色都演出了他不同的人格魅力，这是一部更比三部强，想不火都难吧。相比古偶，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虐恋和给演员加成的服化道，现偶想爆就没那么容易了。谁能想到法医秦明里那个活泼搞怪的林队和古装剧的新晋流量小花竟然意外擦出了火花。李现更是凭借这部亲爱的热爱的直接跃升成为无数网友的现男友，多少妈妈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其实杨紫的长相偏淡，演时装剧有种邻家女孩的气质，剧里的李现呢刚好又高又帅，霸道又宠溺，他俩站一起就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天作之合。演了这么多经典 IP 的角色，每一个都让观众赞叹抠出是演技。就连今年暑期档的《长相思》，本来是十年前的作品了，又是一女三男这种设定，开播前很多人不看好，三位男演员也一直被质疑选角不贴，没想到最后还是真香了。最意外的就是邓为，出道才两年就能从潮男蜕变到内娱男妲己，他出演的《涂山璟》真是满足了女孩子对男友的全部幻想。张晚意饰演的表哥虽然人设不讨喜，好在演员本人血条够厚，可以给角色反向输血，而他的演技也真是一绝。除了对角色的细致演绎，他的表演还真的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小说里看过无数遍的瞳孔地震居然让他演出来了，一个字绝。就连一开始不受欢迎的相柳，也因为谭剑赐细腻的演技演出了角色的身不由己和难以言说的深深爱意。关键是谁也没料到杨紫一部剧竟然能凑出三对 CP， 还每一对都这么好磕。与其说杨紫扛剧有什么玄学，其实不如说她真的很用心在做一个演员，用心的选择剧本，用心的去诠释角色，用心的和搭档在每一个细节上精雕细琢。拍吻戏时，她会偷偷用手指抠树干，表现人物内心的紧张；拍哭戏，她可以无时无哭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而这些其实就是观众想看的、爱看的。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吧，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